约翰·奥利佛重击史都华。英国人要来了，英国人要来了，英国人要来每日秀了。今年夏天，约翰·奥利佛要代班主持每日秀喽。奥利佛是史都华尖酸刻薄的英国搭档，他现在要替史都华代班，而史都华这个夏天要去中东导演他的处女作《玫瑰水》。约翰·奥利佛毕业于剑桥大学的基督学院，而且担任每日秀的固定班底超过六年以上，所以这个节目应该不会出包吧。没错，就放心交给英国人吧。奥利佛未来三个月主持节目，他的目标就是确保节目不会毁在他的手上。看奥利佛在每日秀这个主持大位表现如何，肯定很有趣。只希望史都华能从中东平安归国，到时奥利佛没毁了这个节目才好。你喜欢看谁代班主持每日秀呢？快留言告诉我们你的看法吧。Follow us on Tumblr.